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，你们若因为行义受苦，是有福的。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。天父，我们在您面前谦卑祈求，为被迫害和受苦的基督徒向您祈祷，求您保护他们免受压迫和迫害，赐予他们勇气和坚忍，坚守信仰。愿您的爱和恩典充满他们的生命，使他们在苦难中得到安慰和平安。求您感动其他基督徒伸出援手，给予他们实际的支持和帮助。愿您的圣灵充满他们，使他们能够坚定地站立在信仰的道路上，见证您的大能和荣耀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